为参加歌唱比赛入行的胡鸿钧，多年来机会不断，除了唱歌还拍剧，人气爆灯。他这日出席全新歌唱比赛记招，都勾起不少回忆啊。原来我距离比赛到现在已经10年了，是的，时间过得真的很快，那就10年了。那所以其实我都很开心的，因为我觉得今次这个比赛一定是可以吸纳到更多的新声音，可以提供一个更加好的或者一个更加大的平台，给一些热爱唱歌的朋友可以展露到他们的实力的。作为前辈， Hubert 当然有心得和参赛者分享啦。虽然我知道是比赛的时候一定是很紧张，但是千万不要被紧张影响到你的发挥，或者影响到你的之前准备的所有功夫。是的，尽量当台下没人，当你自己在厕所里面在唱歌，那么你就会可以享受了。你一享受台下的评判或者观众都会跟着同你一起享受。除了歌艺和演技不断进步， Hubert 做甜品的手艺都越来越好，经常在网上分享影片。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被歌唱事业耽误的甜品达人，但我觉得不要紧的，因为我觉得即係正所謂又活到老學到老啦，咁我而家先至向大家展露我原來咁識整甜品嘅呢一面咧，我覺得唔太似嘅。